是一套根据客户专业定制的驱动车桥，遥控方案。我们的遥控系统是安装在控制器内的，适用于轨道车、农业设备车，包括作业车等等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啊。现在前进，咱们前进有六个档位，二档、三档、四档、五档、六档，然后呢可以减速。